是为本季的最大黑马，张家伟第一回合积分赛就拿下了84.9的高分，并受到评审大力赞赏。个性较紧的他，这次选择节奏轻快的恰恰恰，原以为能够迅速掌握，但没想到上一支舞遇到的难题，在这次排练中又再度发生。原本我以为恰恰是我可以把握的，因为我想说反正我是比较急性子，可能还跳得起来，可是跳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。好缺氧哦。体力无法负荷的他，不仅在记舞步时常常脑袋放空，在面对速度较快的恰恰恰，他还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在排练时让老师必须不断耳提面命的提醒。2 3 4 不要看地上。2 3 4 1不要看地上。我跟你说不要看地上。对，脚对了，不要看地上。1+2+3。看一下可以吗？你是他老人。不行。不要看我走到哪里了。还吵架吵架。一下而已。在严格的训练之下，张家伟已经渐入佳境，但就在此时，老师发现了他体力无法负荷的关键原因。左右脚的力量蛮不平均的，右脚相对的非常的有力，左脚想要用力会却用不了力，所以会造成他右脚会很大的负担。右脚一直在呈现铁腿的状态，因为我习惯把重心放右边，然后左边一直放不了力，所以我有左右不协调的问题。我踩错了。我被你太用力了，所以没办法撑完。快点啦！面对身体状况力不从心的张家伟，今晚能否成功守下领先的宝座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家伟，希望我今天的表现比平常练习的时候还要好。谢谢张家伟、吴俊奇老师带来的舞动爱。